我是梅奥，电视台主播，同时也是资深旅行爱好者。我喜欢用手中的快门留住时光，用双脚感受世界之美。究竟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值得追求的？我觉得应该是不断去听、去看、去感受，并以此滋养自己的身体和灵魂。今天我来到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地处欧亚大陆东南端的海岛，湄洲岛。多么美丽而引人遐思的名字。据说这里居住着一位美丽善良而且神通广大的海上女神，千百年来她尽享着人间最极致的荣光。你看那高高耸立的妈祖雕像和音乐缭绕的祖庙香火，历经岁月，馨香流传。究竟要有怎样的地域气质，才配得上玉击乾坤、英淑之气这样的描写？抬头望着岛上绮丽变幻的云，那种湛然和清透是人间仙境的掠影。它像所有的海岛一样，风里藏不住淡淡咸湿的气息，这是阳光的味道，也是大海的味道。我试图打开所有的感官，也试图从这里的一沙一石追寻妈祖的踪迹。她在这儿，他在哪儿？全世界大概有6000多座妈祖庙，分灵传播在世界各地3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而我眼前看到的这座妈祖庙，人们称之为祖庙，它是全世界妈祖信众心中的圣地。从宋朝至清朝，湄洲岛这边的祖庙总共是有99间舍占客房、16间阁楼，当时呢是被称为海上龙宫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建筑都是在1976年到1982年之后，妈祖的信众不求回报，一砖一瓦重新修建起来的。我们现在面前所看到的这个殿就是主殿了，里面供奉的妈祖是从宋朝保留到现在的金身妈祖，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当世界不由分说地向前行进时，总有人的灵魂跟不上脚步。点一炷香，寄托期望，诚意护航。点一炷香，普渡苦难，恩师商旅。点一炷香，守护每个人心中的宁静。宋朝流传至今的妈祖金身，由雍正皇帝亲笔所书的神招海表，时光因为虔诚而驻留了变幻的脚步，屹立于海天之间的祖庙与静穆端肃中有一股动人的烟火气，人与神的共处在此处竟是如此和谐。在人与大海之间，妈祖的存在究竟改变了什么？岁月早已将信仰画在墙上，刻在梁上，传播在无处不在的涛声云影之中。现在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尊妈祖石雕像，它的总高度是14.35米，代表我们整个湄洲岛的陆地面积，总共是用了365块花岗岩一块一块叠上去的。意义就是说，妈祖是诞生在14.35平方公里的湄洲岛上，一年365天，天天保佑妈祖的信众一年到头平安顺利的意思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尊妈祖脸，它是朝着台湾东南方向，台湾那边也有一尊是一模一样的，两尊是隔海相望的。2300万人口，1700万妈祖信众。
海峡彼岸的台湾是妈祖灵光普照的地方，隔绝了半个世纪的海峡，在妈祖的凝望中融化了坚冰，愈合了创伤，迎来了两岸人民共同期待的和平与发展。妈祖让人们相信，这种同胞之间的亲缘是时间与空间不能割断的。从妈祖石雕像往南，是号称海上布达拉宫的妈祖庙新建筑群，从庆典广场拾级而上，仰望凌空的碑楼，巍峨的殿阁，飞檐流丹，美轮美奂，疑是天上宫阙，又恍如人间蓬莱。如此宏大而华美的建筑风格，正是信仰与艺术相结合的产物。那我们走到这边，先来参观一下。这块石头上刻有一个印，这个印呢，就是清朝的道光皇帝赐给妈祖的玉玺，它是原件放大350多倍，刻在这块石头上面。里面是刻有16个大字，分别是梅州祖庙、天上圣母、护国庇民、灵宝福吉16个大字。在湄洲岛上，你随处可以听到妈祖的传说，感受到妈祖的存在。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千年前的渔家姑娘林默娘由人而成就为神？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人们从未停止过对她的朝拜与祭祀？此时此刻，就在这座妈祖源流博物馆内，我仿佛寻到了妈祖文化的根，妈祖信仰的源。她把她的生命献给了大海，却在大海中得到了永生。神在脚下踩着的每一方土里，在浪里淘过的每一粒沙中，在历经人世风雨的每一颗心灵中。2012年春天，这棵有70年树龄的杉木类重阳木枯木逢春。有人说这是妈祖显灵，身处湄洲岛，这里的一草一木仿佛都在神的灵光照耀之下，就像这座建在影视园中的宋代渔家村落。徜徉其中，你会疑惑千年之前的林默娘是否真的就在那张织布机的前面。人们都说湄洲岛的女人勤劳而宽厚，或许是妈祖的存在给了他们乐观豁达的心性。他们把自己对家人的牵挂与祝福穿在了身上，也梳在了头上。海洋静静地孕育着岛上不同的生态与文化，多样的奇石景观是大自然在岛上绝美的创作。站在此地，我仿佛听到了大海在我眼前演奏，看到了潮汐在眼前吞吐。也许这些奇石各自有着不同的形，却被人们寄予了相同的神。嶙峋的石头成了人们寄托妈祖情怀的最佳载体。走过那么多地方，湄洲最符合我心中对大海的想象。身处梅雨潮音，看海浪飞花溅玉，听涛声如吟如笑，心中吐起男儿般的波澜壮志。或许正是湄洲岛澎湃的潮音
孕育了一介女子神的心胸与大爱。宁静与喧嚣同在，力量与温柔共存，这就是大海，世界上最美的所在，正是这种矛盾的统一。我想在这儿看大海吞吐日月，风细沙绵，沙滩一片皓白，它的恢宏与壮阔，它的沉静与柔和，一一在我眼前静静铺开。海浪携着细沙亲吻指尖，你可以尽情在这儿跳舞、歌唱、篝火、狂欢。如果觉得不过瘾，骑着摩托在海上冲浪，拉着风筝在天际翱翔，这才是我想象中的海天乐园。风吹过礁石，吹过细沙，吹进弥散天际的棕榈园内，墨竹清新，镜湖风和，松涛揽月，卧佛枕海，这是属于海岛的气息。万物皆有灵，延伸植物、乡土植物群落、榕树园、裸子植物区，当这些珍稀海岛植物在我眼前静静舒展，让人忍不住想要亲近这些大自然的精灵。是谁赐予这里美妙盎然的绿，清透无比的蓝？又是谁让我此时此刻陷入恍然的沉思？是妈祖吗？你终于闪耀了吗？我旅途的终点。湄洲岛之行让我想起叶芝的这句诗，恋恋的情愫，系于海天之间，系于梅雨之上，更系于女神的大爱之中。走过千山万水，没有一次离开是为了再次回来。梅洲哪怕远在天边，它也近在眼前。